亚庇建国中学，我们是一所以学生为中心的一个办学理念的学府啊，我们认为孩子啊必须开开心心的学习，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成长。我们的理念是乐教爱学，成就孩子。李冰儿来自广东省深圳市，现在是亚庇建国中学高一制班的一名学生。刚刚来到这所学校的时候还是很紧张，因为没有什么熟悉的人，但是在老师跟同学的帮助下，我们一起度过了运动会、各种考试，还有这次的社团。我参加的是华语演变社，在今年的比赛当中拿到了全州的冠军。在未来的两个月当中，我们要做出准备冲击全国比赛。除了同学跟老师，还有我的舍友，后面是我们的宿舍楼，宿舍的环境还是非常好的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就像家人一样互相照顾彼此，所以欢迎大家来到建国中学。亚庇建国中学是一个非常多种化多方面化的学校，从学习方面呢，老师会为中国学生提供多种化帮助。首先是英语方面和马来语方面，老师都会为你提供特殊的帮助以及补课。然后从其他方面，亚庇有非常多的课外社团来帮助你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比如像我就在滑变社，滑变社有非常多的机会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，无论是辩论比赛还是演讲比赛。建中就是一所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劳多种发展的学校。亚庇建国中学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，在这两年的期间内，我的英文有了突飞猛进，这多功于我的老师、我的同学们对我的悉心照顾和鼓励。亚庇建国中学是一所多元化、多语言的学校，来到这里，你并不会因为你不会英文而不会感觉到恐惧，因为大多数同学他们都会和你用中文来交流。在亚庇建国中学